也特别想大家说啊，谢谢大家的抽出时间啊来到这个现场啊。我是今年就是有差不多来到这里有一个多礼拜了啊，跟我的全家人呢一块儿算是第一次登陆宝岛啊，这个感触良多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跟我自己的过去的经历，还有这块旅行会我们过去的经这个 vision 有关系的，就是我的观察，就是宗教自由的状况，对吧？叶浩教授刚才他开场来讲的那几个例子啊，是可以说是这个49年之后啊中国的政教关系的缩影啊，就是说整个就是你所经历的那一些就是这个实力可以说反映整个过去60多年在中共统治下大陆整个的宗教自由的现状。我想呢，就是我们今天因为身处在台湾这样一个背景下，但是要讲到这个中国的宗教自由的状况呢，我们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去讲我想就接着这个叶浩教授刚才讲到的，就是关乎我们台湾的，就是说跟大陆的这个关系与宗教自由这个议题呢，我们怎么去连接和看待我们昨天晚上呢在杨倩红老师的介绍下，我们去了见到了这个台湾长老会的这个总会的议长那么我是因为注意到在7月9号，那么长老会特别发布了一个募函如果你们去看这个是在什么报纸上公布的募函？教育公报。对对对，那个募函呢是非常的有力度，很清晰并且是有原则掷地有声。我建议大家呢能够去看一看那个募函实际上是说用一个募函的方式就是说是对台湾教会对台湾教会的一个情形记，也就是说台湾教会可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逐步被这个统战被侵袭的一个危险境地我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从前呢也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也曾经在大陆的官方控制下的三次教会里在青年的这个团契里边服侍过一直到1994年，对吧？因为我目睹到这是在北京的港澳式教会我们当时的教会的牧师叫杨玉东就因为他在教会里偷偷的给一些年轻人施洗，因为18岁以下的是被禁止那个施洗入教，所以呢，他呢偷偷的给他们施洗，被发现了，那结果教会增长太快，结果呢就是在一个主日的早上就刚才就说提到的，就说在一个上帝的圣坛这个圣台上就出现了可以这个2011年是八十建党80周年，有唱红歌那时候我在台下。那么见证的是一个永远令我难以忘怀的一幕就是一个这个虔诚的一个基督徒的牧师并且还是在三次教会的牧师竟然呢就是被这个宗教局统战部的干部强行拉下来并且教会的前20台全部是被便衣公安所占领。那么当时的气氛我们后来才了解到呢，是要这个就是几乎是要搞一个小六四就是说防止信徒呢有反抗全部包围那么当这个我们的这个是牧师呢，本来是礼拜六就已经被提前警告说你已经被宣布退休了，被退休了然后呢，就是说你这个明天就不能再去讲道了。
那这个牧师呢，是因为服侍那个教会已经很久了，他还知道一个暗道，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礼拜六的夜里，趁着看守他的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溜出去，然后跑到教会的暗道里面，啊，就穿着一个大衣，啊，就是在那边，就是等了整整一夜。然后第二天，三次教会的领袖在上边要宣告他退休的时候，他从暗道里跑出来，啊，那么就开始要讲道、要祷告，结果呢就被强行赶下台。啊，当那个他的太太呢，就是要去啊争辩几句的时候，当场被啊就推倒在地，心脏病发作。然后我们信徒呢，大家要赶紧去。啊，就是要把他送医啊！就我的一个朋友呢，啊，也是个弟兄，他就打电话，就是给大陆是119是吧？就是啊，就是啊，希望救护车能过来啊！结果打了无数次，听到的回答一听是刚往市教会，啊，西单刚往市教会，对方就说我们今天不出勤啊，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来我们的信徒呢，竟然要跑到大街上，要截这个出租车，要送师母去急救。出租车呢，就被所有这些在外边警戒的警察也被赶走，啊，以至于我们后来有一位信徒呢，就已经觉得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师母是在昏迷当中了，啊，看到一辆出租车从远远要过来的时候，就是奋不顾身，一下子跳上出租车的车头。趴在上面说：“你必须给我赶过来，才把出租车啊，就是这个引到教会去，避免了一场这个一个悲剧，对吧？那么我是这个啊亲自见证到的，对吧？那我今天特别就是希望，就是有这个例子也是一个引申，就是说台湾的啊，就是部分的牧者，那么在一个叫蒲公英基金会的。”啊，所谓的旗帜下，那么在8月27号到31号会在台北已经宣布，跟大陆的三自啊，就是共产党控制下的三自两会，所谓的两会就叫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两会。这两会呢？是一个他自称是代表中国基督教的一个组织，只是自称了。那么这个组织呢本身啊是啊直接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还有国家啊宗教事务管理局啊直接控制的啊。那么就是他们这两个组织现在要来登陆台湾啊，并且已经连接了台湾的，好像已经公布是有几十名了，是吧？上百名在台湾的牧者和领袖要在这里开一个所谓的叫中国基督教论坛。那这个论坛真的现在好像还没有公布，只是说要开这个论坛，但是我就是长老会这个总会发出的一个很清醒的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先知性的指引啊，是非常及时，并且是啊说的也非常准确的啊，那就是说这种论坛啊，它是由中共的宗教统战部门啊在背后主旨啊，然后目的啊是无非是为了统战台湾的这个教会啊，尤其是在普世的教协啊，在今年10月份有的啊这个韩国啊举行世界大会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们急着有8月份在台湾召开这个会议，无非是想在借这个会议啊来这个对台湾的民众和世界这个国际社会呢讲说，我们台湾中国教会亲和了啊，然后不会提半点关于家庭教会和中国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宗教自由的状况。那这一点呢，我觉得说啊，我们需要特别特别的啊，我建议呢，就说大家去啊，向这些主办方啊提出质询啊，就是说我们既然在台湾是民主社会啊，可以去直接问他们啊，有没有家庭教会的代表呢？
那么宗教在建立的中国，现在每天啊，每个礼拜的北京至少有30到40位基督徒被抓捕的情况下，有没有谈论一下宗教迫害、宗教自由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些是不是也是中国教会？如果要谈中国教会的话，是中国教会的啊真实现象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宗教自由啊，到底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那我就是说这些议题呢应该提出来。那么我也是今天我们啊见了这个好几位啊台湾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员啊，就是说我也鼓励啊，就是台湾的这个民意代表也应该有责任去向主办方提出这些问题，因为这不仅仅简单是一个所谓教会教会之间的民间的交流。那么我个人呢，虽然后来进入家庭教会啊，甚至对我们，我跟我太太在啊，1996年在北京，也是因为在大学里办团契啊，被抓捕入狱啊，被扔到北京的监狱里边。那么我也没有反对，就是说，即使是三次教会跟地方教会、其他的教会有这个交流，但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最重要的啊，是要讲出啊，是为这个真理做见证，啊，为真相做见证。那么，如果说台湾的这一部分牧者跟中国大陆的统战部派出来的这些所谓的两会的代表，在以这个所谓中国基督教论坛，它代表的是中国基督教吗？代表多少中国的基督徒呢？就现在啊，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那么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的人数，我看到一个 Pew Charitable Trust 啊，刚发布的一个啊这个 survey 啊，就是说啊最最保守的估计啊，那我认为这个估计呢是已经保守到就是说也是太，那么至少是有3000万的信徒还是在家庭教会啊，也就是说以家庭教会也被称为是非注册或者非官方的教会。就是大家在家会啊，在家里聚会，啊，不受官方的直接的领导。那就是说，家庭教会在人数上是占主流的。那么在2008年左右啊，当时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啊先生曾经在北京大学还有社科院两个重要的场合，在内部都提到过另外一个数字啊，这是我透过一个在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啊听到的啊，他那时候他提到的数字是说中国的基督徒数目是1亿3000万啊，那不知道是不是他是故意啊要说一下，就是为了争取一点多一点那个拨款啊，还是说是这个真实的数字啊。但是呢，就是无论如何，即使5000万到1亿3000万这个数字来讲，家庭教会也是占主流的。那么这次如果在台北举行的这个论坛啊，没有把这个主题加上，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 deceptive 啊，就是这个 meeting 啊，对，是个欺骗性的啊，误导性的，我们有责任把这个真相去讲出来，对。那么中国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发展呢，在过去60年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阶段。那么我把它概括的每一个阶段呢，都用2个字来代替啊。比如说从1949或者1951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称它为就是这个利用叫规啊，就是统战规划阶段啊，可以说统战阶段吧，对啊，刚才我想到一个词，对啊，就是说啊，1951年当第一届政协成立啊，当时的众议院总理周恩来就跟一批的所谓的爱国宗教领袖啊，吴耀宗啊，这个丁光训啊，丁光训当然后来也成为丁光训主教。成了三次教会的头目。那么就是最主要的主题是希望如何的就是把中国的基督徒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说啊，感谢党，感谢党，啊，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啊，因为确实是这些人的利益、房子、职称啊，当然也有局长、牧师、处长、牧师、科长、牧师了啊，就他们的利益也确实是党给的啊，所以说对他们的眼里可能不是上帝，不是主给的啊，所以他会先感谢党，一切都荣耀归给党。这是他们本来的就是宗教情操啊啊，所以如果没有党，他就没有这些利益啊，所以他也是利益链的一部分啊。所以从那时候，1953年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啊，这是现在的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的前身啊，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为了。把这些基督徒啊联合起来了，所以那时候实际上是为了就是啊统战这个啊把他们就是吸收啊，可以说用吸收这两个词啊两个字。那么当时呢就成立了这一个，1955年开始宣布说我们已经三自了。所谓三自叫 three self， 那么在英文我们有时候我跟外国朋友讲，我就叫 three selfish。三自是，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宇宙性的、普世性的啊信仰啊，对耶稣，凡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的，就不是不分美国人、中国人、台湾人啊，这就是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啊，我们都是基督徒啊，都是 the follower of Christ， 对啊，那就根本啊，你要把它专门搞一个自传啦、啊。自立啊，自养啊，这三个词实际上还是被共产党假借。其实这三个词最初还是在这个1920年间，西方宣教士是为了鼓励中国的教会，啊，就是说不依赖这西方的教会，那么就是说本土化的教会、本色化的教会兴起，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这个三字，结果呢却被赋予了新的政治上的含义，啊，自传、自立。自养啊，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外国宣教士了来传了，我们自己传了啊，我们也不需要啊你们来这个在办医院来支持了，对啊，我们要全部收回了，对啊，就是说啊，用这个口号的前提下，所有的宣教士啊都被一夜之间赶走了。那么那些拒绝加入三自的啊，你们所有的这些牧师传道呢都被面临着两条道路啊，就是说你或者加入这个三自这个组织啊，或者就面临啊入监狱啊。所以那时候中国的几个历史上的这个属灵的伟人啊，包括王明道，包括倪柝声啊这个等等呢，都被抓捕入狱啊。1972年啊，这个倪柝声啊，也是一代属灵的伟人啊，被这个折磨致死。死的时候是被用平板车啊，就是拉在平板车上，有人后来说这个考证了，有人看到他在平板车上用自己吐出的血写着说啊，我为主死，主为我死啊，就这样殉道。那么王明道先生一直到1982年啊才被释放，1955年到1982年释放之后仍然是被软禁当中。那么给我跟我太太主持正欢的北京的袁向臣牧师啊，那时候也是啊做了22年零8个月的监狱啊，从1955年22年零8个月出来之后，在北京有10年没有身份证，不能够啊出北京啊，受管制。那么像这样的呢，在全国就很多了，当然还有许多殉道的、被枪毙的啊，也有许多。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这个分化吸收这个阶段。到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到1976年所谓的十年文革期间啊，就是消灭阶段啊，那就是一个疯狂的消灭阶段。那么那时候已经不是说这个凯撒啊，就是说要管理上帝的事物了啊，那时候凯撒想当上帝了。那时候凯撒宣布他就是神，啊，那时候大家如果这个看过一些电影的话，就知道我听老人家们都讲这个，就是说
毛主席像，那么挂在你的前厅啊，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谢饭祷告啊，向毛主席祷告，啊、就说谢谢毛主席啊，一切荣耀归给你，都是你给的啊，然后才能吃饭。然后大队的书记还要在每家门的这个窗户外面还要听一听你到底祷告没祷告好啊，有没有归荣耀给主席啊？那所有的对、啊、那个就是神坛上的毛泽东啊，那时候凯撒实际上是真的要做上帝，对吧、啊？那很可惜呢，对吧、啊？很快凯撒自己上帝被捉虫，就被送到棺材里面了，啊、现在还是死的啊。虽然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啊，但是是一具僵尸了啊。那时候就说中共的宗教政策基本上是全部消灭了啊，就说连这些投崇这个啊加入三字的全部入监狱啊，就说那一些被当作这个都是有毒的东西了啊。那么1982年中共通就是邓小平复出啊，就是文革结束，后来啊通过了一个叫19号文件啊，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宗教啊问题的一个特别这个政策的这个导演性的文件。实际上说，如果你看那个中国现在从82年一直到现在2013年，啊，基本的那个政策的导向啊，虽然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啦，又是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上的运动啊，这些反什么精神污染啊，现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运动，但宗教政策其实一直没有脱离1982年的这个19号的文件。那个19号的文件基本上中心思想啊，我沿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说马克思不是说这个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吗？对吧？那么如果说在1966年到76年啊，在这个文革期间认为这个鸦片是要销毁的话，那么所有要消灭的政策的话，那么从82年开始中共的宗教政策就说，哎，突然发现这个鸦片呢还不是很容易啊，说消灭就消灭的啊，鸦片还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甚至有长期的存在的啊，那么鸦片呢放到医学的实验室里还能起到一些麻醉的作用，也可以为我党所利用的。所以呢就是从82年开始到现在呢基本上是一个啊就是说利用的阶段，就利用宗教。到1992年的时候，江泽民就提出了一个啊所谓的三句话。那么第三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说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用，就是要积极的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用。也就是说，他的后来的诠释就是说要找出宗教里边的能够为共产党所利用的这个可以麻醉的要素啊，为他所利用的可以利用，凡属于一些不可以被他所利用的啊，要所以就他叫依法严肃处理。那么有哪一些是可以利用的，有哪些不可以利用的呢？那么不可以利用的，那么他就把你啊，就是用所谓法制化的这个手段对你进行消灭。所以现在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宗教政策这个所产生出来的后果，也就是他所提倡的所谓的叫这个在教会的三字教会里边所使用的就是所谓的三定政策，叫定点、定人、定片，就是在他所控制三次教会里边呢，就只有所谓的定点，就只有他所规定的所谓的宗教活动场所你才能够去进行活动啊。我是1991年啊进入人民大学读书，那么那年都进了海淀教堂啊，也是一个三次教堂，在中关村那个地方啊，我们就发动就说一些学生啊，我们去发一些福音的单张。结果第二天我从人民大学我们下课之后就被堵住了啊，当场就被扣押了，这个扣押了一天啊，主要是审查，就说你为什么在教堂的外边散发
未经许可的宗教印刷品，对啊，我那时候还不是特别清楚那个宗教政策，对啊，我说这些没什么问题，都是传福音的，对啊，这个都是就是很简单的啊，所以我自己都单纯的我就把我的电话和这个宿舍的地址都留下啊，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到我了，嗯，所以当天晚上说这个第二天找到我的时候说，哎，当天就想把你抓起来啊，但是因为外面人太多。那就是说只有在这个宗教活动场所里边的才能够从事他所限制的活动，所以如果这些台湾的这些去大陆做各种的工作啊，或者说这次基督教论坛这些台湾的牧者啊说中国已经宗教自由了，那我想你第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啊，就是给他的一个 litmus test， 一个试金石呢，就是说嘿，下一次去大陆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送给你一些福音的单张？你去天安门广场去游览的时候啊，分一分给一些游客啊。如果说你平安无事，那我也基本上可以信啊。这是第一个，对啊，啊，即使说这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了，广场是太敏感了，大家都知道到处都是密探，那么你就去。崇文门教会、海淀教堂、冈王式教堂、聚完了会之后在门口、散发一下、看看你还有几分钟的自由的时间那时候如果你还是很自由的话，那我也相信你了、定点、那么这第二个定人就是说只有三字、就是说所控制的有宗教局所 approved 的这个神学教导的系统培养出来的发给你传道证的人才能够有资格，所以去做这个定人，做传道人。像我这种我当时被抓的时候就说我是自封传道人啊，所以没有资格去传道的。耶稣基督的这个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去是万民作我的门徒，并没有说拿到传道证的可以去或者宗教局许可可以去啊，说你们要去啊。那这个呢是很明显既违反圣经的教导又违反普世价值所定义的宗教自由的条款啊，像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啊，世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8条，那个是最明确的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宗教自由不仅仅代表着你有良心的信仰自由，它包括你公开的私下的秘密的啊，就是这个方式来传播你信仰自由，单纯的说我自己在家里信啊，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自由，所以这叫定人。那么定片也就是定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在海淀堂做牧师，如果我要去到这个崇文堂讲道，都需要如果没有宗教局的批准你是不能够跨片去传的，更不能去说我在台北的教会跑到基隆去传道啊，那就是慢慢这是这个最大的禁忌啊。曾经出现过就是香港的一个美国牧师叫 Dennis Belkin， 叫包德林牧师，他是一个灵恩运动的牧师，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也很大，仅仅因为发了一个就是说一个三字教会发了个邀请函让他去讲道，他还没去教会的牧师先给革职了宣布免职就是因为说他越权了那这是定点、定人、定片的这种这三个暂定政策到现在还在实施。那么这种实施的话，你如果看它的本质，那实质上那就是说，这种宗教自由的这个政策完全是假象，完全是假象。那么像我们去谈这个就是宗教统战实际上说对中共对这个宗教统战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布局因为我曾经就是有3年在中共的北京市委党校教过书所以也看过一些中共的红头文件这个去年呢被这个华尔街日报称为 God's Double Agent， 说是上帝的双料间谍所以这个有一个出版集团呢，就今年10月份就先会出我的英文的这个回忆录英文的自传呢，叫 God's Double Agent， 如果你去这个 Amazon 可以搜索
十月份，我想做一个小广告。但是就是说，那里边呢，你能够看得到的，就是说，所有外事啊，所以对外的交往啊，尤其是在宗教领域内啊，都必须是啊，经过这个统战部宗教局啊来亲自批准的。啊，没有一个三自教会的牧师跑出来可以单独行事的啊，可以单独自行跑出来的。所以这些来到台湾的，那更是大事情，因为还牵扯到台海的关系，啊，所以他们绝对不是简单的说来哦，要谈谈他们的宗教信仰，啊，这里边呢就是牵扯到一个国际的统战啊，国际统战能力。那么过去几年呢，啊，中共在去北美举行所谓的圣经展览。就是在北美六个啊，美国六个大城市啊，就是去啊办这个所谓的圣经展。大家一听完圣经展也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这个圣经展只是个假借的名义，为了欺骗美国的民众，说我们有宗教自由了。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各个啊官方的各个书店啊，包括民间的这个私用的书店里面。圣经是被禁止买卖，违禁品。我的好几个同胞，至少有两位，都因为印刷圣经，免费的印刷圣经分发给信徒，啊，一个啊判了三年，一个是三年半的有期徒刑，都不是说是这个过去发生的啊，都是在就是近期啊，就是2008年啊，这个2009年发生的。判刑啊，说你是非法印刷罪，那实际上就说是要阻断这个圣经的流通，所以圣经变成了一个违禁品，只有三字所啊这个批准的控制的南京的一家印刷厂可以印刷，就是他每年规定的这个数目的圣经，而你会看到你去他这个官方的这个网站上，他说哦，我们已经印了几千万次了，几亿册了，对啊。但实际上说有很多一部分啊还被出口啊，就是中国的信徒自己圣经都不够用，他还要去卖钱啊，还能够出口啊，这就是一个这个很奇特的现象啊，这也是他宗教统战的努力的一部分啊。所以如果说中共他的民众就更谈不上啊，甚至像对啊法轮功的团体，那就是是个从这个思想良心的灭绝，实际上就是说已经让你就是说没有良心的自由啊，就是禁止你信一个啊，有一个无神论的政府来去做一个定义啊，什么是你信的是正的，什么是信的是邪的，那是极其可笑的，是不是啊？从这个它本身是无神论，怎么能判定你这个信仰哪一个是正统，哪一个是非正统啊，或者异端或者邪教了，啊，所以这本身就是啊，就是政府试图就像刚才叶教授讲的，控制人的从你的身心灵啊，就一体化的进行控制的啊，一个努力。所以啊，我想呢，我就先讲这么多，大家可以问一些问题。